放轻松，知道。大家好，这里是 CK， 今天来试试看自证学社永动流。自证学社需要八个虚无祝福以及四个自噬祝福展开，它会让敌方受到一个持续伤害增伤以及一个雷属性的持续伤害，而且它在大于两成的时候会帮桶中脑充能，然后触发这个雷属性的持续伤害时会扩散到隔壁的目标，也就是说它同时涵盖了增伤以及额外倍率还有充能的面向。于是在组队的思路上，就是要利用桶中脑的充能来高频出手，快速的把怀疑的层数叠上去。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二星祝福自欺咖啡馆，它可以快速地帮怀疑叠层。接下来涌动的部分就是搭配加权奇物醒觉310，它可以让虚无角色在叠满八层推批之后附加一个高几率的冻结。本身的话可以搭配二星方程积雷乐团，在冻结的时候额外触发一次持续伤害，以及记忆三星缄默来达到高频率的冻结，安身的刺激冻结回能以及回应的兴奋冻结给予护盾。更极端一点，可以在没有生存位的情况下去挑战协议六的敌人，但是在急迫以及急迫行动提前方面的祝福也都要拿满才行。黑局的话可以优先选择积雷乐团或是迎新护卫队，然后在第一次元打王之前先刷出无根据颂歌或是感官追奉者的葬礼和为何一切尚未消失，最后再刷出自欺咖啡馆、致死的疾病、虚妄贡品及日出之前再通通强化就可以，而其他命途的减伤祝福也都拿好拿满。其他像是桶中脑 BCI， 或者是丰饶的一法戒心，或者是毁灭的一面回归不等式，就看队伍来做调整就可以了。流淌吧，过往倒转。咽喉不痛，蓝许这样会痛吗？敌方数据收集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美妙的时光不该说再见了。并非选择，厄运之事。世间万谋事在人，
索性都干掉吧。站好了。此乃神技，日趋怪兽。转，再来一下。敌方数据收集完，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想了解？猎物落网了。世间万物，谋事在人。哼，相与为一。放轻松，记住呼吸的感觉。美妙的时光总该说再见了。变转，与鹅仙之眼观之。站好了。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再来一下。小命就命运必不祥之针。敌方数据收集完，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世间万物，谋事在人。哼，敌方数据收集完，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世间万物，谋事在人。哼，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了。侦查到敌方，放轻松。想了解什么？厄运之事，索性都干掉吧。相与为一。变转，再来一下。站好了。敌方数据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命运并非不祥之针。猎物落。
又见面了。烟波不破，流淌吧，过往的刀光。小令，无救。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美妙的时光，总该说再见了。又是这样，世间万物，谋事在人。哼，难解的预言，不想指着我为逝者哀哭。咦，木雨终将落下，没有路了。站好了，小令，再接我几招。不痛啊？是你还是天？生命俱灭。想了解什么？记住呼吸的感觉。上下相依，我们该启程了。放轻松，我为逝者哀哭，木雨终将落下。命运必，猎物落网了。站好了，无礼的客人。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了。是你，还是命途的意念？引渡徘徊，我为逝者哀哭。木雨终将落下。世间万物，谋事在人。哼，想了解，索性都干掉吧。无所不利，放轻松。命运并非选择，厄运之事。所向披靡，无力的客人。阴阳变转，相与为一。小令，无救。除邪惩恶，无力的客人。世间万物，谋事在人。哼！我为逝者哀哭，木雨终将落下。站好了，舍去了挣扎。放轻松，上下相依，畅快，动手吧。美妙的时光总有尽，该说再见了。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我为逝者哀哭。木雨终将落下，记住呼吸的感觉。一丘之貉，这样。站好了，世间万物，谋事在人。哼，索性都干掉吧。再接我几招。无力的客人。放轻松，我们该引渡徘徊，除邪惩恶。无力的客人。我为逝者哀哭，木雨终将落下。既定的轨迹，不祥之兆。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了。以额间之眼观之，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站好了，命运并非选择，是你。索性都干掉吧。
我为逝者哀哭，暮月终将落下，所向披靡，无力的客人，否极泰来，乱运之势，先补上一卦，上下相依。放心松，该说再见了。无力的客人，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了。既定的轨迹，相与为一。我为逝者哀哭，暮月终将落下。记住呼吸的感觉。动手吧！世间万谋事在人。哼！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我们该启程了。生明俱灭。即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我为逝者哀哭，暮月终将落下。以额间之眼观之，站好了，索性都干掉吧。又是这样，一丘之貉。又是这样，放心松。世间万谋事在人。哼。想了解厄运之事，先补上一卦。记住呼吸的感觉，不祥之兆，解除我力。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我为逝者哀哭。暮月终将落下。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了。站好了。无所不利。放心松。我为逝者哀哭。暮月终将落下。我为逝者哀哭，暮月终将落下。我为逝者哀哭，暮月终将落下。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正夫，有事。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了。放心。谋射邪魔，世间万物谋事在人。哼，又是这样，命运并非选择，厄运之事，索性都干掉吧。相与为一。小令，是你引渡徘徊，我为逝者哀哭，暮月终将落下。叛逆危险，进驻河魔，不失往事。上下相依，谋事在人。哼！小令，无救。无碍。这，谋事邪魔，魏先生。阳变转，小令无救。
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反击术。云娥兼职眼观，放轻松，该说再见了。由此不得反抗。这也是意义。世间万物，谋事在人。哼！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再陪你走一段。既定的轨迹。站好了，索性都干掉吧。我为逝者哀哭，诺言终将落下。无所不上下相依，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了。我们该启程了。生凝俱灭，又是这样。想了解什么？乱刃之势，猎物落网了。放轻松，引渡徘徊，我为逝者哀哭，诺言终将落下。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世间万物，谋事在人。哼！既定的规矩。记住呼吸的感觉。阴阳变转，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了。先补上一关。站好了。我为逝者哀哭，诺言终将落下。不痛啊。命运并非选择，不祥之兆。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猎物落网了。谋事在人。哼！舍去了挣扎的功夫，放轻松，该说再见了。我为逝者哀哭，诺言终将落下。乱刃之势。站好了。想了解什么？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
别忘了和伙伴们分享喜悦。慎终于始。颠扑不破，来取。金属试炼，金属试炼。纯美的勋章。敌方数据收集完毕，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了。宣誓忠诚，见证荣誉吧。接受试炼。世间万物，谋事在人。哼，我方尚未占据优势。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再来一下。站好了。不祥之阵，敌方数据收集完，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接受试炼。放轻松，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了。战前礼节，世间万谋事在人。哼，接受试炼。敌方数据收集完，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敌方数据收集，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先补上一罐，相与为一。接受试炼。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了。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了。中小计。宣誓忠诚。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世间万物，谋事在人。哼。敌方数据收集，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敌方数据收集，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开始接入支援。
网了。命运并非，站好了。敌方数据收集，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纯美的勋章，美妙的时光，足该说再见了。又重新，一额先知眼观之。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再来一下，敌方数据收集，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世间万谋事在人。哼！敌方数据收集，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记住呼吸的感觉。乱运之术，中小计。放轻松，接受试炼。见证荣誉吧。敌方数据收集完毕，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了。世间万谋事在人。哼！敌方数据收集，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了。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想了解，站好了。接受试炼。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宣誓忠诚，决斗开始。世间万物，谋事在人。哼！美妙的时光，足该说再见了。敌方数据收集，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先补上一段，上下相依，谋事在人。哼！侦察到敌方目标。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了。敌方数据收集，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命运并非选，哼，放轻松。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使出全力吧，无力的客人。见证荣誉吧。变转，谋事在人。哼！接受试炼，开始结入支援。再来一下，敌方数据收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无所不利，世间万物，谋事在人。哼！美妙的时光，足该说再见了。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了。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不祥之神，接受试炼。纯美的勋章。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决斗开始。哼，放轻松。敌方数据收集，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一额先知眼，上下相依。不痛啊！世间万物，谋事在人。哼！
使出全力吧！美妙的时光足该说再见了。接受试炼。世间望，谋事在人。哼！美妙的时光总有尽头，该说再见了。想了解什么？厄运之地，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记住呼吸的感觉。接受试炼。见证荣誉吧。敌方数据收集，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战前礼节。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接受试炼。站好了。痛了，恶人。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了。敌方数据收集完毕，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世间万物，谋事在人。哼！命运并非选择，不想选择。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了。世间万物，谋事在人。哼！敌方数据收集，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世间万物，谋事在人。哼！接受试炼。敌方数据收集完，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放轻松。知道。作战报告稍后发送。那这支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咯，拜拜。